欢迎回来馆长的频道。今天为什么是我开场呢？因为等一下我要带馆长练背了。因为呢，听他说他六月九号的比赛，成吉思汗第四届，他要上台来跟选手尬。所以呢，我今天要把他的背操爆，让他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呈现。OK， 那我们就 Let's go。好，我们今天呢又邀请到一位，我认为目前台湾新生代哦，传统健美第一人哦，那他也在顺利在去年取到了职业卡。好，我们欢迎赵磊。哎，馆长，我觉得健美市场就是这样啊，这话都不用讲，用看的就好了。哦，什么叫第一人？我们先恭喜赵磊，就是去年在成绩杯比完，马上就拿到了一个对，没错，职业卡，没错，相当年轻。现在几岁？我今年满27。我觉得以前的健美选手差不多到30几岁是最成熟，可是现在是下修了，是不是？应该是说，如果传统健美的话，应该是35岁以后，没错。可是因为现在健体正夯嘛，那健体大家都要的是帅哥。你35岁、40岁上台，那个有点老态龙钟的看起来，其实对，就没有那种年轻感，老帅哥。哎，对，老帅哥有韵味的感觉。但是传统健美毕竟要那个成熟度，所以年纪越长，比方说像我27岁，再给我8年，我把我的肉练得更老。35岁上台，绝了。那我们今天就看赵磊怎么教，怎么操我。今天他是我的教练 ，OK， 来走。我们第一个动作的话呢，是做引体向上。馆长呢，他体重比较重，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先做这个没有负重的版本。因为最重的话，我的 top set 要做到6到8下。OK， 没问题哦，来吧，加油，来喂。6月9号比赛、再来，走，好，来，还有，来，核心稳定，走。来，还有，再来，来拉长，往下拉长，来走，最后一个，来，3、2、1 ，Go。好 ，OK， 好，下。你等下如果没有力的时候，对不对？你要拉上去，然后再去做离心。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拉，没有办法收缩到最短，其实你可以稍微拉到这边稳定住，慢慢的离心，到你真的没有力的时候再放掉。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自己自主训练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向心没力，但是离心还有力量。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向心的力量是弱于我们的离心的。离心的力量大于向心大概20到30%。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向心拉不动，所以我们的离心没练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稍微走上去，也可以说拉个半程，然后让离心稳稳的控制，这样把它做完。所以你觉得这个算是自由动作？应该是说，我现在的训练几乎都是 free weight。我认为维持住一个结构的能力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的训练里面也会提到这个结构的概念。我们等一下的话呢，还有一组。为什么又拿了奇怪的东西啊？对，因为我想说这个不够窄，我想要再做一个更窄的卡。等下我们这样握住之后，稳定，稳定好之后，拉上来，离心，拉长，收缩，离心，拉长，收缩，离心。OK。OK。Let me tell him one time. I've been on the grind. This is my prime. Hold it.好 ，OK 吗？哎呀，大家都很喜欢我 ，OK 吗 ？OK， 没问题。健身教练的嘴骗人的鬼。我们走，下一个。接下来我们换到水平方向。这么大的阔背肌，我们会有分所谓的胸椎段、腰椎段、背侧腱骨段。所以从肌肉走向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是偏水平方向，大概斜45度，跟偏垂直的方向。刚第一个动作的话呢，主力肩进来的方向是偏这一段。那接下来我们要训练到这一段跟这一段，来吧。我脚再往后踩一点，好，胸靠着。来，站火铲，给胸口压上去的力量再多一点。麻烦帮我做一个感觉挺胸的动作。你感觉这个胸口往你的下巴去找，然后抬头收下巴。你把肩胛骨这个地方往你的肋骨的下缘去找。对，很好。然后上来，抬到挺胸，收下巴。哦，谢。来，还没加重量哎。好呀，好。来喽，加重量喽。好，来，来 go。挺胸勾出来，来这边往下找。哎，很好，挺胸。记得来挺胸，好吗？来往下找，漂亮，再来，好，这角度很棒，再来，来挺胸，来收下吧，收下吧，记得我刚说的，来啦，来再来，好，等一下，好，我们休息一下，还有一组哦，我一个动作大概都是练两组，你如果有办法控制，三两组就够了，记得肩胛骨下角去往你的肋骨去找哦，好，
我们用外在的注意力去控制。来，再往下一点，很好。拉的时候往下走，对，很好。来，记得抬头收下巴，收。嗯，来 go，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再来，来，加油，再一个，再一个。好，下，拉长，拉长，拉长。来，这个，来，拉。好 ，OK， 下一个。来，等下我们这样子做好之后，对不对？对握，握稳之后。拉下来，记得肩胛一样要持续保持后倾，然后你会感觉到一个想要挺胸，但肋骨会想要翻起来的感觉，但是记得核心往外推，把它沉下来 ，hold 住不动 ，OK， 很好，还记得现在收住上，来进来，还记得收住的情况下还是要挺胸哦，很好，很好，再来，对，收下去，好，挺胸，对，不要沉下去，挺胸，很好，再来上去，拉长，拉长，拉长，来下。下来，好，再来，够，好 ，OK， 很棒，好，谢，哦，谢，记得胸要再挺起来一点点哦，怎么样都没有那种很舒服的什么12下到15下那种，没有，是那种，就是每一下都是那种好像快喷那种，对对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喷，你的训练法子，对我比较喜欢喷，其实。我们在讲讨论肌肥大这件事情的时候，训练品质当然是第一点。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东西，结构。我们刚刚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动作完成。可是我们如果把一个结构维持在某个后背肌很好收缩的方式的时候，这个动作就会变得很难做。那回到刚刚馆长的问题，我是不是会比较喜欢做很重的重量？对，因为其实当你今天品质够的时候，品质好，结构稳定得住，重量会变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预了那么久了，当然燕文好像也是的，嗯，他也是都是那种健美少见的大重量爱好者，大部分就是 you know 是非常多下 you know 那种感觉。来，很好，对，收，漂亮，非常好，非常好。再收，再收，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来，上，来拉长 ，OK， 好，好 ，Next， 那我们接下来呢，做一个史密斯的杠铃划船。那我们站稳之后，肩胛稳定住，拉上来。你刚刚在拉上来的过程中，你会往上去跑，我要的是往下转，一直挺胸的感觉。我们先试一次，对，然后抬头收下巴，对，很好。对，hold着我们节奏，收，有吗？这地方，哇，有吗？看不爽，现在没有加重量，我就觉得好，妈那个地方都烂掉了。来，加油，很好，对，好， okay. 没错，没错，没错，加吗？好，来，这边他收，还记得哦，肩胛，来，慢慢的，对，很好，记得往这边顶，往这边顶，往下，很好，收，漂亮，再来 ，come on， 来，来这个，来，上，好 ，OK， 能放，哦，谢。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带的最壮的学生。相对的，怎么觉得这史密斯好像比较难拉？比较难拉哦，是真的比较难拉。你会觉得自由杠好像会比较简单，因为自由桩它可以借力，它可以有很多方式借力，但这个比较难。今天把我们的千张反射跟我们的一些各种借力的方式都借掉，来吧。对，很好，收到这边。对，好，收，再来，八，两个。来，肩胛往下收。哦，切！有酸民都是说，像我昨天直播有说，我昨天有放那个这次的冠军，我给他们看看外面国家的水煮啊，就波斯朗啊，波斯朗跟那个 Jess 他们那些啊，然后他们就说，反正这种东西很简单啊，你就一直练就会变大。哦，那我现在我应该这间教室容不下我的肌肉，你知道吗？很多人误会啦，就算使用类固醇，你也不会无止境的长大。你到某个地方之后，你会遇到瓶颈，那个瓶颈可能通常来说都是因为训练，通常来说不是因为剂量的关系。现在人都喜欢先找药，对，现在人都不觉得说，哎，我要找一个很好的教练，反正我就一边打药一边看 YouTube， 就很厉害。对，但觉得气象不对。回归到训练上面，我们喜欢健美不是因为喜欢用药，是因为我们喜欢就是那个重量压在身上的感觉。是啊，回归到训练上还是比较重要。好，我们走下一个。哎，没有下一个了，不要再拉了。我们接下来呢做一个 high roll。来，我们今天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后背从这个位置，如果说以这个方向接到胫骨，它是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一点到这一点去缩短。这两点要拉长的话，我们要稍微带一个往这边去推，没有，把手往这个方向去伸出去的感觉，没有，先伸离心，对，好，收缩，来往这边，往这边，然后往下拉，收，拉挺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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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拉长，缩短。
我是这个点。三二一 ，Go！ 收的，下下下，收。来，哥哥，三二一 ，Go！ 来。来，肉，买葱送肉啊！来，快点。哎，旁边。再来，好 ，OK， 好，传一下。有教练带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没错，他让你练很扎实。没错，真的。你刚刚觉得怎么样？重量还可以吗？还可以，但是哦，真的好酸，就是又来那个点，所有的角度都吃那个点。大部分人都不在乎，都是。好像都练到大小圆，练到肩胛去。应该是说，其实我的训练逻辑里面，不要那么举例好了。俯卧撑女生，她说当完兵二三十个、三四十个都可以。那把这个动作如果真的变成是用胸拉肌去收缩的时候呢，那个结构一旦摆出来，我不相信有人可以超过十个。所以其实我觉得结构先摆对了之后呢，我们的收缩的肌肉就会变成是我们想要的那块肌肉。不然你看我们自己练哦，我怎么拉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拉什么。因为你当很痛苦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在拉什么，你的结构一定是。跑掉的啦，所以那时候教练就很重要了。好，我们继续。哇，坐下，走，再来，哎，漂亮，坐下来，来，走，来，收，收，再来，哎，好，这边，啊，是，大长。对，三，好，下一个，等一下我们这样子，拉右手，踩左边，拉对侧，然后我们去想象我们的手是沿着肋骨的这个方向收回来，这样的方向，因为其实呢，我们的阔背它有一个功能，它在收缩的时候，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这个肩沟外侧这个地方的肌腱慢慢从我们的这个肋骨这个地方沿着肋骨这样转进来。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对侧拉进来的时候，它会让我们的肋骨产生一个杠杆，让我们的阔背可以更好的收缩。我们下去的时候要不用？不用，就一样把胸椎拉高就好。对。好，等一下，脚再往后伸一点点，好，让你的这个地方沿着肋骨这个方向收进来。对。哎呀，快重新弄！对，连肋骨转进来，对，这个地方转进来，再一个就好，我们等一下加重量。好，我们来是把我们的这个地方沿着肋骨这样收进来，来，收，沿着肋骨滑进来。先，来。走，好 ，OK。我觉得这个腰好像快，就是侧边的那个阔背，对，好像快抽筋的阔背嘛。对，那 OK， 来吧，转进来，你好，来，很好，漂亮，来，Go， 拉。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正式进入超级组了。有 pullover 后束斜方二头，走啊 ，pullover 来，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基本的啦，所以掺在一起做沙雕牛丸。来，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地方一样往这地方找，对，来往下找，很好，漂亮，这个非常标准 ，perfect。来拉长，对，来回来，走一起，走。好 ，OK， 好，来这边二头，来往前站，然后手先这样子伸到后面，先这样子伸到后面，然后肩胛一样往下沉一点点，然后定住了之后，来轴屈，很好，来拉长，往下，感觉是把手往下伸，对，很好，收，伸，再来 ，Go，Come on， 来，十 ，Come on， 可以，来，甩腰甩起来，来，好。来，收起来！好，平行控制好。好，后束。他好像在带那个带我们参观游乐园。对，来试用这个，这个非常好玩，这个好玩，这个会让背很酸。再举。来，一样下来的时候，肩胛会怎么往下收后？对，现在多一点哈，收一点。再来。
再来，对，来来来来来来，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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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两个这两个来，来，对，走，好，不愧是能拉三百的，哎呀，拜托，三百 easy 呀、啊。那 easy 啦，没有啦，拉三百块死了，好不好？妈的，老板，超级组啊，对，超级组就是不能休息。对，来，哦，操干，来稍微微俯身一点点，对，一点俯身，对，很好。斜方是从这个往斜后方向的去走，对，爽，很好。我的天，来，快点，这个帮不了你，快点，快点加油啊！哦，来加油，来，喂，抱歉，好，走，继续超级组。走，这边转下来的感觉，来来来，走，好，嗯，好，过来，可以，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可以，来。后束，我们在练二头的时候，后背在休息；在练后束的时候，二头在休息。对对对，这里这里这里，来，我们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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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组就是不停的在休息，不停的在休息吗？对，我怎么觉得没在休息？来，很好，来，你对的，来，这个来，来，打、啊，好。很好，很好。我们直接把平衡搬过来，我们在这边做。我们是单手这样做起来之后，对。如果我们今天这手没有力的时候，我们这手再帮忙。然后就是你的力竭的情况下，再多做五下离心。你感觉是快要敲到他的感觉才是对的。好，非常好，这个，这个，牙一样，挺胸，往形下六十度这样挥下去 ，OK OK， 好，来。所以我们练了多久啊？我怎么觉得练好久这样？啊，练很快吧？因为都没有聊天啊。本来接我们的节目是会稍微带点聊天，但是我很久没有带到这么壮的学生了，所以我就受不了，我就想要把你操爆，来吧。好 ，OK， 下课。那、啊、接下来啊。六脚要上台嘛？那、啊、我们有个动作要最大肌肉量展示。那像是我的话，我做这个动作会是像这样子做。可是因为我的斜方没有这么大一块，所以我会变成说我摆成这样，然后让我的肌肉量都是完全是以腿为主，我就让它视觉集中在肌肉在下面。那你的话，因为斜方你比较凸，所以你可以就是用一般大螃蟹的方式来，我们手往外撑，把这个空间遮住的感觉，然后脚踩出去。然后弯腰一点点，好，这样肩膀稍微往上举，对对对，没错，不错，好，
posing 很累哦，我觉得刚练完去摆 posing 好像很尿。哎，可是我们很常会这样子哦，我们有时候练完某个部位，那就摆，我们就稍微摆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台上的感觉就很像是我们刚练完那种很快虚脱的感觉，因为在台上摆完 posing， 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喘。那我们就可以模拟说，哎，我们在有氧后。就一直在心跳很快的情况下，你还要缩进去。对，如果你在心跳很快的时候要摆出来，那你在台上一定可以。对，所以我最建议是说，在训练后可以稍微摆个 posing。所以觉得这样上台可以看吗？可以吗？五周后，如果你有报名的话，对，如果你报名的话应该会第一，因为是陈吉思汗杯，智爽杯。对，裁判都是我的人，你要怎么跟我斗啊？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哈，台上要跟其他选手比的话，肉量一定是哦。对了，但是就是这个精细度了，现在都在比这个了，就是切割感。对，现在感觉如果你到又还有五周嘛，对，应该会再缩一点。再缩的话，感觉在干一点。今年七月可以去出国比个大师赛，然后今年拿卡的话，50岁可以上奥赛，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多练一下腿。真的跟健美的人练腿，真的健美那点的话，真的会恐惧。有时候不是很重啊，但是要你就像你讲的那个轨道跟你的排列要稳定好，然后你会发现呢、啊，就酸那里。如果你在健身房，你觉得哦，我都把它插满了，然后在那边很嗨，可是你腿那么细，原因出在哪里？不是你很有力哦，哦，我练健力的，这样代表练健力不是，是因为你真的踩错。基本上我很常看到有些人挂满了，他挂满就是耐米推下来的时候，骨盆一直在旋转，蛮常看到啦。但是你要纠正他，我要说啊，你这个。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稍微转换一下训练法则。你为了成为最好的，所以你来找最好的吧。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啦，但我肯定是奶最大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职业卡嘛，其实健体啊、古典都可以跳传统。你也很鼓励说大家选手都跳来。其实我都建议跳传统。有问就是练腿。这时候我们就请我们好朋友彦文来一下。来快，看一下我们彦文，长这样。哦，古典。他一直说他应该要去比传统健美。你看这个肩膀、这个手臂、这个大腿，他说他比古典。暴殄天物啊！他这样子去比传统哦，我可能都要退休了。夸张、啊、太夸张了。没有。不过难得都有卡了啦，反正就可以跑来跑去。对了，我心是往着传统前进。是吗？是，确定吗？我心是。真的吗？啊、OK。场面话不大可不必啊。好，他们现在都有在收线上的学生。那这边是他们两个的 IG， 要找教练。哦，两个都是上过国际舞台，拿到职业卡。那你对我有什么期许？在6月9号之前，我应该干什么？你应该有建议。就还有这五周，你希望我多干些什么？你就干什么吗？就让我自己更好，多干些什么事？干死自己啊！当然，干死自己。腿推插多插两片，然后卧推多加5公斤，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干什么，干死自己就好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个那德他，你有 YouTube 吗？我有，也有 YouTube， 也有，我们都会帮他秀出来。好，然后谢谢他，未来我们机会，我们再多约一点职业选手来练习。好，到时候陈吉杯也来看看，会去，好不好？那个好歹我也在陈吉杯拿了个10几万了，对啊，必须去看一下了吧？对，好，我们谢谢他，谢谢，拜拜，拜拜。